只有官家在，我才安心。那我也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呀，你现在还怀着孩子，总得有人照顾啊。官家，让我婆婆回来陪我，行吗？那个假娇喜啊，那个人心机太重，狡诈贪心。 明明我是被人陷害受苦，唯一心疼我护着我的婆婆却给赶出了宫里，陷害我的贱人，皇后倒是一句并无实据，现在还留在教坊。那件事情，我信你，皇后也未必不信，但是却无实据，不能凭着你的猜测便给人定罪。 而假教习却是实实在在违背了宫中规矩，皇后已经念在他情急冲动，从轻发落了。皇后是天子第一号完美贤德的女子，她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是天子号第一胡闹蛮横的坏女人。明儿，我让手中给你重新物色一个你喜欢的，嗯？ 那人手中对我不敬，不，是不怀好意。你就非要那个假娇妻啊？官家，我爹死得早，我娘带着我，这么多年只有我婆婆对我好。